船员万岁，我是影子。我是船员小绿。好渴，来买点水。先来一盒西瓜汁，再来一杯咖啡吧。我感觉大脑变得无比清醒。Hello， 开始快速任务模式。你这个卑鄙的茶壶，别想逃过我的眼睛。什么？有人躺了？这是双刀啊！原来如此。我在最后的时候看到紫色和红色跟粉色在一起，先投粉色吧。如果说不是粉色，咱们再投红色，好吧？什么？两个都错了。双刀之后，我又冤枉俩好人。这双六人还俩内鬼，对方再来一个双刀就 game over 了。做任务还有啥意义？我还是赶紧去拍桌子。等等，灯灭了。刚才是报告按钮亮了，好大胆子，到底是谁刀的？哇，这内鬼也太敢了吧！当时大部分人都在一起，你们有嫌疑的人我们跳吧。我感觉影子大哥才是最大的内鬼啊，他连续跳出两个船员。大家听我解释一下啊。之所以那个之前投出两个船员，是因为他们两个之前确实是跟紫河在一起，这是我看到的唯一的证据，是我看到的事实。然后呢，刚才是因为灯灭了，然后有人那个就刀人了。我看我系统提示的是刚刚看见橙色跑过去了。这个确实让我想起来我们去修灯时小青在途中被刀，虽然我没有看见是谁刀的，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橙色经过了鸡腿却没有报告，那说明橙色很有嫌疑了。No no no no！ 宗泽，你点错了吧？我只是不想让你们输得很惨。哎呦我的妈！